潜水客开开心心搭船出游，带着装备到垦丁后壁湖潜水，没想到船上狂冒黑烟。浓浓黑烟从船舱窜出来，九名潜客看傻眼，船上油气大到以为火烧船，真的太离谱，太扯了。我是觉得我不要下好了，我的手都黑了。工作人员手忙脚乱，发现疑似机械故障，让船才刚离港就出贼。船上一共九名潜客，四个人送医，一人疑似吸入过量浓烟陷入昏迷。让其他同行乘客抱怨，一上船就闻到柴油味，问船长，但船长直说没问题。现在出状况，让人感受有够差。那个引擎的排气管有一点机械故障，稍微就是有破洞了这样子啊。机械故障。产生不明刺鼻味，造成船上乘客身体不适。海巡单位接获通报，也紧急借护游艇回港。虽然潜客生命安全没有大碍，但好好的潜水计划被迫中断。原本想看梦幻的水中世界，结果吸了满满废气回家，真的很扫兴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